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9年十月十二号，旧历的8月26号，礼拜一。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流行感冒公费的预防针开始注入，关乎鼓励65岁以上的时代到手注流感疫苗。正手注肺炎链球菌的疫苗。新港乡公所按12号开始，伫咧各庄头发放中央礼金，大同村过来结合卫生所，互长辈领红包以外，顺续注预防针顾健康。彰化市滨河国小学生囡仔参加由国内科技大厂举办的未来世界写作，真侪囡仔拢甲未来会拄到的老年问题写落文章内底。新闻一开始来看，为了保护咱彰化县民的健康，彰化县政府今年是来采购着352,370剂流行性感冒预防针，加37,000剂肺炎链球菌预防针。按10月5号开始注射以来，讲这个病院诊所逐天拢真侪人要来注这个预防针。县政府嘛来鼓励65岁以上的时代。倒手注流行性感冒预防针，正手注肺炎链球菌预防针。那是有符合资格乡亲，是爱两早注文去注。流感疫苗按顶礼拜开始注了后，医疗院所逐工满满，拢是要来注射的民众。咱这注料袂使乱哦，注料转去爱加啉滚水哦。多数民众拢认为注预防针就是要求健康，避免感染。加上今年又搁加了肺炎链球菌疫苗，会当注，当然来好好啊照顾家己。就是有机会就要打。这个时阵来注，这是上该有保证啦吼。我想预防较要紧。安全啦。怎么说呢？较袂感冒，较好。老岁人。中基院长表示，流感疫苗开打一礼拜来，包括流感加肺炎链球菌，注射人比去年加真多，病院嘛都想采购疫苗来满足民众的需求。所以目前呢都还没有缺货，那但是再来是也是很难说，所以还是鼓励各位民众啊要踊跃的来这个施打，特别是在武汉肺炎可能秋冬再来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把流感跟这个肺炎链球菌的这个。疫情啊，控制住哦，才能够这个避免一些混淆的一些诊断出来哦。再次呼吁，各地民众拥有注射流感疫苗，卫生局按后礼拜开始安排，要伫477个传来社区以及259间学校来设立注射站，让疫苗的注射更加普及。我们大概在下礼拜开始也会到社区哈去安排设站，哦，将近有400多站，所以。年纪比较大的不方便的民众哈，其实跟你的村里长联络一下，我们每年哈400多站都会到社区村里去设站，哦，也不用一定说急着在这一两天呐，就按照那个设站的时程，一方面让大家方便一点，一方面也做一个分流哈，不用。卫生局强调，民众只要在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就当知影家己是不是有符合免费注射流感或者是肺炎链球菌疫苗。好友民众顾健康，也是较早去注射较实在。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新港乡公所按12号开始轮流伫咧各庄头发放中央礼金，大同村真大心哦，讲特别结合卫生所注流行性感冒预防针的服务，趁着时代来领中央红包的时阵，顺续来注预防针顾健康。中秋过了，就是中央节了。新港乡公所按12号开始轮流伫各村发放中央礼金。大同村佫特别结合卫生所施打流感疫苗的工作，选择共一间办理，互长辈来领红包，佮当先煞做伙注射，较免走来走去。基本的是1000块，咱新港乡公所嘛发2000，
吼，啊，咱大龙村福安宫，吼，遐伊嘛今年嘛有发300块，吼，跩有65岁以上诶，吼，拢会当领着3300双奖，吼，基本有当领着3300，啊，啊，吼，跩时代吼。啊，过一下重阳节，哦，食好吼，哎呀，先讲卫生所那委托吼，伫拍疫苗，流感疫苗，或者时代，吼啊，流感疫苗是50岁以上的，拢会当咱来咱大龙社区接种，吼啊，这是免费的，哦。受到疫情的影响，要来注射流感疫苗的人又增加的现象。亲像是台东川一点钟，就施打80剂疫苗。陈元心村长表示，最近日前来就一直在宣传，请65岁以上长辈要加早身份证甲囡仔来领重阳礼金。另外，年满50岁要施打流感疫苗的乡亲要加早健保卡。多种华新闻也放有新港彩虹报道。彰化县展示中青会伫咧中央节进前，伫咧新港花园宫的香客大楼召开会员大会，甲中央敬老奉茶活动，好事说就由奉茶列灵灯仪式，向敬爱长辈表达心意。感恩的茶，所以呢，我们现在奉茶来。九九重阳是中华文化当中重要的敬老日。彰化县展示中青会就紧伫中央进前，就有召开会员大会，做会举办中央节庆祝活动。好，单脚跪。那我们这一届的理事长很用心，他增添一个奉茶活动。那因为我们理事长有发觉到现在社会呢有点乱象，那希望说能够增加一些社会的一个正向的能力，所以呢他认为说百善孝为先，希望呢子女先由奉茶给子女，然后从孝顺先开始，然后呢才能够孝顺父母，渐渐呢扩展到其他的百善起来，那希望能够社会增添一些正能量出来。那我们很感谢我们理事长这次用心，那这次宴席开有20几桌，然后人数也来了蛮多，相信呢这次的大会会也蛮成功。理事长，你们有没有听？100了，当时100分，对，轻松的。所以暂时中心会希望透过安尼仪式，优化厝内底人之间的距离。另外，中心会有办法奖助学金，帮助青年合作。即届也办了20几桌，希望透过联谊餐会，和暂时中心会愈来愈壮大。台中华新闻也丰富，新港彩虹报道。罗岗镇一间新开的泰迪熊亲子餐厅，因真有爱心哦，讲每个月都会招待60个团体来免费用餐。大家好，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浩。校园是学习知识的场所，请落实防疫措施，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要赶快就医，并且在家休息。也请大家共同配合：第一，保持教室通风；使用空调时，对角要各开一扇窗，并注意环境清洁；第二，餐点分配请由固定人员执行，打赛前请量测体温，清洁双手以及佩戴口罩。第三，搭乘学生交通车或大众运输时，也请记得佩戴口罩。校园防疫不松懈，安心学习有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家寝室生活馆彰化店盛大开幕，全馆回馈85折，来就送精美礼物哦！彰化市金马路2段422号孟特娇彰化店。OK，Google。
播放新闻。OK Google， 今天天气如何？ 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音量调高。帮我找爱情幼幼园。OK Google。OK Google， 帮我叫电视管家。搜寻狮子王。智慧声控大小事，就从看电视开始。现在办凯擘大宽屏指定专案 ，Google Nest Mini 马上带回家。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OK Google。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的八月二十七。根据同事记载，明仔在位公伫正北方，好时是在起九点到十一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台湾正式进入高龄化社会，彰化市滨河国小学生囡仔参加国内科技大厂举办的未来世界写作活动，一个一个哦是来发挥创意，把家己以后若变老了后，会去遇到的问题，甲如何解决，全部拢写写出来。未来生活要安怎过？小学生用文字来分享。由科技大厂举办的未来世界创意写作，小朋友会当尽情发挥，不管是想到家己未来老啊会拄到的问题，或者是看家己阿公阿妈因为年纪变大来出现的不方便。因为发现身边人都渐渐老去，像在老年的时候呢，不会像刻板印象中那么死气沉沉，而发想出这些创意的产品。这一些想法是来自于我的阿妈，因为我的阿妈就是有时候会感冒啊，然后常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又看不清楚的东西，我就想到了这些发想品。滨河国小校长讲，小朋友爱写出一篇未来世界文章，首先爱先收集资料，搁开看真侪课外册，学生将家己的想法用文字写出来，嘛甲希望未来会当发明的物件写出来。寻求他们未来的一个当老年人会遇到什么困难，那我们透过跨域的学习有很多创发的一个思想，那把它记录在纸本上面，用写作方面，希望我们的这一个发想能够让未来的这一个老年人生活得到更大的便利，这是孩子一个创意思考的学习。指导老师强调，这门课的主要目的之一，不是要教学生安怎写文章，是让囡仔在游戏当中来写出一篇作文，然后结合所有文章来出版一本会当永远流传的册。大众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全兴同济会举办新社林会长的交接典礼，由施家华来接棒。伊嘛继续传承同济精神，把照顾儿童为第一优先，都是社区关怀等社会服务的工作。全兴同济会长期用心来照顾儿童，关怀社区，就是顶积极救助的公益活动。举办新社林会长交接典礼，由前总会长吕金祥担任讲稿人。玉进会长哈，带领了我们全兴会哈来做的哈有声有色。那嘉华哈在接任会长之后哈，那嘉华会结合我们的会员哦，然后及一些社会的资源哦，来替我们哈这个社区的一些有需要帮助的哈，包括学生或是我们的低收入户，或是我们的有需要关怀的这个对象哈，我们会来尽量来争取更多的资源来投入我们的地方的社会服务。我们新的会长这个嘉华会长，他是一个青年才俊，口才实在有够好，然后呢，他的事业啊相当的成功。事业成功，心有余力，还肯把时间、用在这个同济会来奉献跟付出。以他过去
在这个社会上的历练跟经营事业的一个态度，来带领全新同济会来成长啊，这个对他来讲是游刃有余啊，他的人脉广阔。今年啊，他刚要接任会长的时候，他已经招募相当多的朋友，就是一些认同同济会的有志之士。相信啊，今年啊，有这个嘉华会长啊领导之下啊，这个全新同济会的会务一定会再创高峰。全新同济会新任会长施嘉华表示，同济会就亲像一个大家庭，这任会长是这任的开始，伊将秉持同济会信念，一步一脚印来完成关怀儿童、社区服务等公益活动，继续散布善的种子。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美彩宏报道。国尊的泰迪熊，不管是小朋友也是大朋友，拢真喜欢。在鹿港镇体育场边啊，就有一间新开以泰迪熊为主题的亲子餐厅，业者是本着以爱甲公益为出发点，每个月拢会甲弱势团体来配合，免费招待因来吃用餐。开幕当天，彰化县长王惠美、分林县长张丽生、议长谢典林拢到场祝贺，热烈滚滚。过了家泰迪熊坐一排，因头前的人客吃到美味的餐点。这间泰迪熊亲子餐厅开幕头一天，灯很爱心，邀请六岁囡仔来这吃饭。以爱为目的，为出发点啦吼，所以讲阮泰迪日常亲子餐厅啊，每一个月都会交咱这个家福中心也好，咱这个凶的幼儿园也好。阮每一个月拢会举办一个哦，即个凶爱心日来招待咱遮小朋友，咱遮小朋友拢会当感受到讲哦，咱即个社会即个温暖安尼。彰化县长王惠美、分林县长张丽生也到现场参加剪彩仪式，做伙来响应即个爱心活动。请用钱鸣炮。有更多的亲子共游的一个这个环境哦，那特别也要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的赖董非常有爱心哦，今天呢也特别招待了非常多的这个小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哦，有爱心的乐园关怀所有的弱势朋友。那今天呢，我们一心一幼院所有的孩子啊，也一起来享受这个主题餐厅啊，亲子餐厅的这个美食，还有来享受哈，这里有很多的这些玩偶了哈熊宝贝的哈，以这个为主题哈。就庆祝熊鸡，这间餐厅特别布置星星银河系列，边啊个游戏室、溜滑梯，营造温馨感觉。开幕期间消费两千，甲名内底有熊这个字，或者是因同款，会当抱登去一只泰迪熊。一个安全、干净、舒适的用餐环境，让可以那个所有的家长与亲子之间，更能够得到那种亲子之间的互动。促进亲子间的感情。那我们开幕活动有哪一些？跟我们讲一下。我们预计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一些活动出来。来店满消费满2000块钱，我们就会赠送一个那个后面这样类似这样子那个泰迪的一个小熊。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名字里面有一个熊，同音的，我们也送他，不管来店消费多少钱，我们就送他一只泰迪的小熊。业者就是希望透过这款古锥的泰迪熊，吸引亲子的感情，也来带动地方商机，创造出一波泰迪熊经济。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干彩虹报道。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10月17号、18号两天，要伫咧溪湖镇的西安宫举行活动，邀请乡亲来体验客家文化。像电视 ，video 啊 ，YouTube 只要一台 A1 Box 有线电视、网络影音，通通都能看。A1 Box 搭载 Android TV， 开放平台应用无限大。0809-009-658，海擘大宽频。广告脱播最好的选择就是凯擘新频道，因为我们收视户最多，价钱最公道，宣传最有效，让您业绩抢抢棍，公司发大财。广告直播专线7119440。开这家咖啡厅
是我们全家的梦想，这是我的生财工具，万一有个闪失，我实在不敢想象。自从装了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系统后，24小时的全程监护让我很安心，即使我不在店里，透过手机店面状况一样掌握得清清楚楚，实在太方便了。凯擘新频道 Home Security 店家防护，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已经进入第19年的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10月17号、18号两天，要伫咧溪湖镇的西岸宫举行。除了有精彩表演节目以外，现场阁有客家传统美食通品尝。今年哦，阁特别集合彰化县内39间三山国王的宫庙，117尊三山国王神尊，和信众会当拜拜求平安。透过客家的传统歌舞来预告2020年彰化县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将要展开。县长王惠弟表示，彰化县属于客家族群，大约有23万人，只是受到环境的因素，客家文化渐渐失传。希望透过三山国王客家文化节的举办，会当延续传承客家文化。那因为环境的因素，确实呢，很多的这个客家传统文化已经慢慢有一点式微了哈。但是呢，因为三山国王这个客家族群的这个发展呢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也借由我们的这个客家人的守护神跟心灵信仰的一个寄托哦，来见证我们客家先人拓展发展的一个这个历史的一个脉络。主办单位表示，进入第19年的客家文化节是特别安排县内39间三山国王宫庙、117尊王爷神尊主驾客户西安宫，和信众参拜求平安。今年重点跟答应年较无同的就是讲，我有要求30间宫庙，去年是38间，今年39间，还有要求讲各间宫庙吼。甲咱三山国王吼，咱一间宫庙拢有三尊大王、二王、三王吼，我叫甲因请来，互咱大家来拜拜安尼。因为出席记者会的客户镇长黄水珠指出，客户有真侪好食好耍的所在，欢迎17、18号两天来客户食美食，体验客家文化。大转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鹿港镇公所举办的2020鹿港四季风秋收迄个活动，各边文化节，国庆连假连续两天，拢伫咧鹿港的公会堂广场来举行。现场是来结合着在地知名各边店，提供限量的传统各边，互乡亲食免惊。另外，也有各边亲自 DIY 甲买各边毛菜送奖品的活动，就是希望予大家拢会当食到鹿港的好滋味。来到鹿港四季风秋收糕饼文化节活动场，林调柯祖祖公所结合在地糕饼业者以及地家甲嘉宾，将上赞的澎湖乡亲品尝。现场买饼可以当抽奖，奖品有现金红包、脚踏车、糕饼、茶米礼盒，另外个音乐演奏，气氛热烈滚滚。鹿港四季风秋收的一个活动。尤其今仔个即个安尼开场，就当讲非常的热闹啊！尤其咱即个糕饼文化节，今仔伫咱鹿港啊，是咱即个鹿港四季风第一场的系列活动。看到现场嘛，非常真侪咱的来宾来到现场啊！吼，会当讲吼啊，非常的热闹啊！尤其咱即个鹿港的即个糕饼，会当讲是全省非常的出名。尤其后即安尼老店传承真好即个手艺。到即马已经百年哦，比如讲咱这甜玉丁哦，这红颜糕哦，啊，过来就是咱这吼鼎泰新的这水蒸蛋糕哦，啊，过咱这安尼超过一家子的吼，咱这三毛丁哦，啊，这莲花酥以及雪藏哦，这绿豆糕哦，啊，过在场吼啊，咱这云峰镇的这兔仔寮的这牛舌饼，会当讲哦，这是逐天拢爱摆的咧，啊，超人气哦，这里洋蛋糕，啊，过咱这安尼会当讲一菜老酥。
啊，为哎，当然非常知名的哈，那些松本坊。罗干镇长柯志宏表示，今年四季风秋收活动特别举办粿饼文化节，带来真侪罗干粿饼，佮结合真侪创意活动，希望民众买了欢喜。浙江华新闻林桂英罗干采访报道。来关心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74公吨，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24.3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19.9元，中价15.8元，下价10元。高丽菜上价34.7元，中价21.7元，下价13.7元。菠菜上价17元，中价9.7元，下价5.6元。苣苔上价33.3元，中价21.9元，下价14.8元。花菜上价55.9元，中价51.4元，下价38.2元。菜粿上价23.9元，中价16.5元，下价10元。包心饼上价20.4元，中价14.5元，下价8.4元。葱头上价26.7元，中价18.5元，下价15.5元。菜头上价14.7元，中价11.1元，下价7.3元。白菜上价15元，中价11.3元，下价7.5元。苦瓜上价71.6元，中价46.5元，下价30.5元。冬瓜上价17.7元，中价15.5元，下价9.9元。来关心户外空气品质，中部地区污染物容易累积 AQI 指数来到100，空气品质到黄灯。另外，气象方面，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加上南方热带性低气压带来水汽，亚方面的地区天气较无稳定，温度上悬来到30度至31度。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Video、爱奇艺等 OTT 影音无限看，0809-009-658海阔大空屏，这个要一起看才好看。要打去654打。A1 Box 使用蓝牙声控，智慧搜寻，便利无限。0809-009-658海阔大宽屏，专业。
业的影像制作团队，多元频道的广告脱播，开拓新频道直播专线零四七一一九四四零七一一九四四零。